大家好，我是小琪。今天一样，小土跟小强在旁边。嗨，大家好。我们今天有点特别哦，怎么因为我们说？要聊一出我到目前为止哦，演的唯一的一出音乐剧。哎，那我就是要真的要再讲一件事情。你又要你讲本什来不么？是唯一，你本来还有一个第二出的，然后结果就是那时候我好像听，没时间，对不对？对，然后而且不是在台湾呢，那时候。是铺跟我讲说你要演，然后呢，我就机票都订哦，我了。知道你的意思是《妈妈咪呀哦，那是《》。妈妈咪呀》哎，吗？不是，不是是，吗？是不好像是。是李泰祥跟李泰祥有关的一出。你然看后那吧，时候要在，我又忘了，对，怎么会有这 件你看事只有情？我我记得。为什么？然后那时候就是因为那时候演了《梁祝》之后，我就很想再去看。然后那听说你知道，而且那个讲得超好听，说你想要让你演一个类似女神那种 muse 的角色这样子。哦，有印象哈，有。然后呢，那时候已经说要演了，然后我们那个我记得我好像是厦门还是哪里啊？我们那时候机票都订了还是什么什么的，然后那时候就没有说没有演成天这哪！样，你看我没有演对，成，我就完全把它忘光对光。啊，什么都不记得，怎么这样子？那出剧后来有演吗？好像就没还是有，只有我没演？不是，应该就好没像那有出戏演，就没有演了，就黄掉了，对不对？哦，对，那就不能怪我了。没有怪你的意思啊。你知道讲到这个对，《梁祝》哈，《梁山伯与祝英台》，你知道就是千年以来，在中国的这个剧史上面，它就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而且华人的世界里面，真的就是《梁祝》《梁山伯与祝英台》就因为我记得我很小很小的时候，电影吗？那个时候是邵氏公司对，演的这个《梁山伯与就祝是英凌台》，然波后是凌波跟跟乐乐蒂，迪，对不对？对，就是然那后部。呢，我还有印象，就是那个时候凌波所到之处都是所向披靡，就是都是万人空巷这样子，你知道？然后我记得我妈妈还有我大姐吧，他们，你知道我妈他们看《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电影看几次吗？一定都看超多次，可能跟我看《美女与野兽》一样。对，可以不对，断的看，不断的看，不断的看，对，因为它是一个音乐剧嘛，就像 musical，哎，对，黄电影梅也调啦，是对哈，电啊，影所也以那是种黄其实梅这种调电影哈。想看几遍就可以看几而且你知遍。道那个黄梅调真的是深植人心哎，一直到对，现在就是那个旋律都很熟。对。然后我演的这出音乐剧其实很难得的，就是重新的这个创作音乐，对。然后我们是整个交响乐团的伴奏。哎，先讲一下当初是你怎么得到这个邀约的啊？好，对，我要讲就是杨忠恒先生啊，我看他是他的对他的头衔是什么？是音乐总监艺术吗？总监跟啊，编剧，对，所以杨忠恒先生他跟滚石的老板三毛是非常好的朋友，那么在早期其实滚石他们好像也有出一些比较偏古典一些的这些东西啊，对。然后都是杨忠恒好像是有一些乐评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这样，所以他就跟这个段老板就是三毛有很不错的交情，然后他接手这部音乐剧的时候，他第一个人就想到我，当然这是他说的哈，我觉得他很厉害，不然还就想到是谁用呢？这样子，然对后啊，来就是让我，然后他就没是有啦，他我没真的有要先跟我讲，你说，插个嘴。当时放眼歌坛呢、啊，你说第二个人可以演这出戏的是谁？没有啦，又送你一个礼物了。真的，我觉得我收到好多你的礼物。你知道那时候很厉害哦，他就是很懂得这个窍门，他就去找三毛，然后他先跟三毛讲，他不直接面对我，他就是要三毛来跟我讲。然后你也知道，像你我常常们，需要很多人的说服哎，为什么会这样啊？录到现在，大家 都要真说的服你做好哈、哦，多事情没有，其实不能说说服，就是说，哦。就是找这个 key man 来跟我讲哎，难啊。道你有可能不想接吗？我的意思是这我样。觉得应该是没有哦，对啊。可是你知道他会，因为他会觉得说，音乐剧这个东西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胜对，任的，没然错。后他又不确定说我到底会不会接，所以他就直接去找三毛，然后请三毛来跟我讲，然后我就记得有一天我就被叫到这个老板的办公室，因为你知道。老板要亲自找你的时候，一定都是有重大事件，你懂吗？就是说，
不是合约啦，要不然就是有重大的这些演出啊，演出或者是什么东西的，他才会找你，你知道。哎，果其不然，他那天就当然就很婉转啦，就说现在你知道三毛讲话都慢慢的嘛，啊，现在，有一个，他认为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这个尝试啊，那你怎么样怎么样的，然后就是这个音乐剧，你知道。然后后来我当时听的是老实说有点惊讶，因为我想都没有想过，你知道，因为之前我只唱了这个迪士尼的那个Pocahontas， 对，然后那个其实已经算是有一点点跟流行音乐不一样的东西，我那时候已经很满足了。然后哎，来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剧，而且是梁祝。好，然后那我就跟三毛讲，我就说感觉上好像应该可以哦，这样子。他如果说你没有什么意见的话，那我就请杨忠恒来跟你见面聊一聊。然后我就记得杨忠恒第一次跟我见面的时候，他就说他第一个人就想到我，你知道这句话对我来讲非你不可很重要，你知道为什么？这是我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那时候那个说法，他会让我感觉我有一个使命感。因为他会觉得说如果今天你不演，他就这出剧就不要演了。嗯，他居然讲这种话，所以那时候就是让我觉得说啊，我一定要接哦，然后我有这个使命感，我必须要去做这件事情，这样。对，所以我那个时候呢，其实老实说啊，我胆子也很大，因为我现在听起来我觉得哎，可是你知道我当时，对啊，你知道我压力多大吗？嗯，我压力超级大的，你知道我那个时候其实我，因为你知道老实说目前的就是在目前的人哦，就是压力是真的很大，所以我那个时候睡眠就已经很不好。嗯，我睡眠其实那个时候就有吃那种最轻最轻的那个睡觉药，那个叫做镇静剂，它不是安眠药。然后我记得我平常就是吃一小颗我就 OK 了，然后我那个时候吃到六颗都没有用，这一个晚上要吃六颗这样。对，然后你知道吗，我那个时候压力在哪里，就是说第一个交响乐团伴奏你不能错，不能出错，因为他们不会跟你，对，他们就会一直下去了。对，你知道因为不像我们那个流行的 band， 他们还跟你有一些默契，然后他还会跟你什么，你那个东西就是整团六七十个人在那边，你就要真的一点都不能错，对不对？这是一个压力。嗯，然后再来压力就是说我没有经历过的，就是又要演又要唱，然后又有可能有舞蹈里面，然后又有肢体，而且你整个穿的是古装呢。哎，我整场很忙哦。对啊，因为我一下男一下女，一下女要化很多妆，一下女一下男，一下女一下男，你知道吗？对对对，因为我刚开始都是女嘛。对，然后过一阵子我就变男了嘛。对，然后一下又回到家的时候又要变女啊，对啊，然后后来你又 要结婚，要穿很大的衣服，所以我整场都很忙。哎，真的。然后我记得我那个时候是从那一场开始我才知道说，哦，原来就是我跑进去赶快换衣服的时候，嗯，那个就像旁边的助理他就会拿氧气给你吸哦，你知道那他我那个时候才知道说，因为那个时候我那个化妆师他非常有经验，因为他是之前就是因为我们几个人都是找他，就是说张惠妹啊，或者是谁谁谁，就是比较那种，他说他们都有。哎，然后我说哎，我不知道哎，所以我后来我们正式演出的时候，我们助理有帮我买那个氧气罐，就是例如说我们去登山的时候，像我去登玉龙雪山，哎，我还不知道哎，玉龙雪山，然后我们就每个人都会有一个氧气罐，因为他就是怕你缺氧。你就要那个吸，你知道。嗯，所以他就跟我讲说，因为他看我这么忙啊，又要忙又要演又要哭，哎，我都是真哭，真的啊，你知道，很累，然后又要唱，那唱的完全是声乐，完全的声乐，我是用完全声乐的方法唱啊。嗯，然后我才知道说哦，有氧气瓶这个东西，所以你知道我一到后台马上就是在那边让他们帮我换衣服，然后旁边人就是补妆的补妆，弄头发的弄头发，然后就要拿了氧气给我吸氧气的吸氧气。我那时候才知道有这个东西。嗯，哇塞，对，所以我那时候压力超级大。这跟比演唱会更恐怖。那不一样，不太一样。因为演唱会其实就是我们的强项就是唱歌。嗯，对不对？那你这个呢，你还要演，你还要肢体。真的，那你还要讲台词。但是我真的问一个真的算是很蠢的问题，可是，
以我来讲、喔我觉得演这种东西最大的压力就是为什么都不会笑场啊。你要讲这个那我不，这是我自己最害怕。如果我今天要演一出戏或是演什么东西的话，我就会觉得我怎么不会笑场，我一定会想要笑。因为你为什么要笑？因为梁祝这个剧、哦、这很悲，这么悲是不是你根本笑不出来。可是我想有一场，对，有这个我就要讲，那我就先讲。对，你知道像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因为、哦、我跟你讲啊，这个梁山伯跟马文才两个人私底下的个性就南辕北辙。你说那个演员，对，就完全不一样啊、哦哦。那个梁山伯是王伯森，然后那个马文才是黄世伟。黄世伟，对，他们两个基本上的个性是两种不同的人。嗯，像王伯森他的本人，他就是一个很正经，然后就是很斯斯文文的一个人这样。嗯，然后黄世伟他就是一个爱搞笑，然后很轻松，然后就一天到晚在那边讲笑话的人。嗯，对。反正我们那个彩排室里面就有一个那种扫把，就是舞台上要扫地的那种扫把。嗯。然后你知道黄世伟，因为我们大家都在休息，因为休息一下下，所以大家都不会跑出去，都在那个彩排室里面。然后黄世伟就去把那个扫把就拿来起扫。就像那个魔女宅急便，对，一下那个巫婆一下这样骑着，然后在那边搞笑，然后大家就笑笑笑，然后每次都这样。然后有一天呢，忽然就王伯森就生气，他就说我懂哎、欸，因为他应该是觉得剧场这种东西很神圣，对对不对？听他讲，他说、嗯、搞笑，你们知不知道每个剧都有他的剧魂，灵魂的魂啊，每一出剧都有他的剧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哦，然后讲完了之后，大家就真的很沉默。然后你知道我算是一个剧场的新人啊，对，他们都是老人啊。然后我一个新人就在那边啊，这样吗？我就心里想啊，我就说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就大家就变得就不敢。然后可是就是有一场，因为这个我演了六场。在国家戏剧院我演了六场，其中有一场我相信你们都没有去，所以你们都不知道。嗯，有一场呢，我就在讲台词的时候我就出错了，原来是应该这样讲，说公子您有所不知，然后我讲成公子你有所不知。然后你知道我这样一讲，我听到大概至少前面的五六排全部都在笑，观众都在笑。然后你知道我那个对手戏就是王伯森，就是梁山伯，那我看他也是这样愣了一下。然后他毕竟是老经验啊，好，然后一下下几秒以后，然后他就继续，你知道，然后你知道那天完毕到后台，他就说你看吧，你们平常，不正经啊、哦，这样就对不起那个戏魂儿。然后我那时候心里想，哎，真的耶，我不能这样子，真的，我真的要，我要很正经，要很敬畏，你知道吗？对呀、啊，因为我想说，为什么演戏都不会想，比如说你有时候演那个看着什么，您要是有兴致，你就是慢慢唱吧，嗯。你不会觉得很想笑嘛，然后就想要笑这样子、啊、我就觉得演戏很难、欸、不会啊，因为那个地方就不会让你觉得要笑场、哦、因为 你就会忍住，就是这样冷眼看别人，不是因为你整出戏你就知道说他在干什么，你知道吗、哦、然后你知道我很辛苦的地方是说，因为我不是老剧场，所以我在彩排的时候我不会去拿捏那个就是你大概要几分的力度，嗯啊，因为我每次的彩排，不管是就是从在不是在那个，就是从刚开始的那种彩排，我每一次我都真哭，哦，我都真哭，然后到最后有人叫你不要哭，真哭不是，然后到最后，然后到最后那个导演实在看不下去了，他就跑来跟我讲，他说小琪，我跟你讲，彩排的时候你不用那么用力。你不用真哭，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导演，因为那个李小平导演他很棒的一个导演，我就说，导演，我真的没办法，我不会拿捏啊。我说，因为我没有演过戏嘛，而且你的个性又是那么易感的，就真的，
对，就易感。你通常超 你本来哭点就低到一个不行了，如果你又在那边入戏啊或什么的，对，一入戏就不行，很好哭、欸、然后我还记得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场地就是国家戏剧院彩排，因为我们好像在里面应该至少有彩排两次在那个现场、嗯、然后我还记得那个音乐指导他在台底下听嘛，然后他第二场的时候他就演完之后他就跑来跟我讲，他说他就握着我的手，他说小琪我跟你讲，我本来以为我看了那么多场彩排，就从最刚开始彩排到现在，他说我以为我会麻痹我不会感动，可是我今天看到你，你知道有一场戏就是梁山伯到这个祝英台家里，然后后来英台跟他讲说真的 我父亲已经帮我许配给马文才，然后那个就晴天霹雳嘛，嗯，然后梁山伯就要崩溃了嘛，然后那个祝英台不就是要敬酒嘛，对，就是要请他、哦、那迎新不就端的那个酒过来，那个天涯何处无芳草，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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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我就是要让三伯来把这杯酒喝下去，让他回家好好的念书、哦、然后进京赶考，然后好好照顾他的老母亲，然后我在这一幕的时候啊，我从迎新，这个是后来那个歌唱指导跟我讲的，说他说我看到你哦，你把那个酒杯然后这样拿给那个三伯，然后三伯把酒杯接过去之后，他说我的手在抖，他说这个是就是发自内心的真正的悲哀到这种，就是你手就是在抖，他跟我讲我才知道，因为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所以他说我就被你感动到我又哭了这样、嗯、对，你饮我一杯酒，一来接风一送行，对，把酒杯交给山伯，对，只怪我太鲁莽辜负了你一片真情，对，这个时候我就把那个酒杯要就是我递给山伯，然后他还把那个酒杯丢地上，对，然后他说我的手就这样在抖、哦、他就是我的就是自然、嗯、我也不知道，他跟我讲我才知道，因为不过因为好险你对演戏本身也是你算是有兴趣嘛，或者是也是有，可是我还跟你讲我还真不会演，真不会演嘛，不会啊，为什么你会讲你不会演？因为有一次我们好像是拍那个音乐爱情故事，音乐爱情故事，对，怎么的时候好像有一幕吧，然后那个导演就跟我讲说我们来试一个镜头好不好、嗯、我说哦，他说我不换镜头，我就是从一镜到底，你走进来之后然后你悲哀然后你要哭哦，这样没办法，然后他就说我一镜到底，我不换镜头，我们就一次，我们来一次这样你试试看，我告诉你我就是没办法，我一走进去我很悲哀没有错，可是我哭不出来，就是因为你没有在那个情境里面，我哭不出来，对不对？然后其实后来之后我不晓得是梁祝之前还是梁祝之后、嗯其实我有个机会我有去拜访这个李国修、哦、李国修老师，因为我觉得说不定是演完这个梁祝之后，我觉得我可以在戏剧方面再进修，你知道，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去找那个李国修老师，我就跟他讲说我要学，然后他也觉得很棒，他也当然收嘛，要收，可是我没有上课了，后来没有，后来我不知道是为什么这件事情没有成，然后可是当时我有问这个李国修老师，我有问他说，我说我有一个就是障碍，就是说我在很多人的面前我没有办法说哭就哭，嗯，我说这个要怎么练习，他说有很多方式哦，那有一种方式就是你去回忆你自己人生当中非常悲哀的事情，嗯，这是一种，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我忘记他怎么讲了，这样我还记得我有去请教过他这件事情，然后你知道我不是很喜欢看电影跟剧嘛，对对对，然后我一直到现在哦，我都会说，例如说我看到一幕，然后我就如果觉得很有兴趣我就会照他台词讲一遍然后我就会想说哇他这么厉害就马上哭，然后我看我自己可不可以哭，我到现在还这样子，对，练演技啊，自己在家里练演技，然后我就觉得很好笑，我说不行不行，你乖乖当歌手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梁祝对你来说就是以歌迷来讲我觉得超棒的耶，因为我们身为歌迷、嗯、就是你知道歌手有这种新的尝试啊或什么、嗯、就是加在你的那个资历上面的话
非常的很好的一个 credit。而且就是我们会觉得说可以看到这么不一，听到这么不一样的你，然后比如说像《风中奇缘》啊，就是我个人超级喜欢你们这种延伸出去的作品的，我觉得就好难得好难得，你有一个梁柱这样子。其实我跟你讲，我这一次因为要录，所以我又重听了一遍，我就有你这种感觉，就是好险有演，对不对？其实我以前都没有，然后我在重听完毕之后，我觉得我要很非常的庆幸跟感谢，对，有这样子的一个音乐剧让我演出，而且就是又帮你把它整理的这么好，可以现在是有留念的。哎，不是每一个人演音乐剧都可以出这些东西的。哎，真的耶！然后我还记得我当时我有邀请苏瑞苏姐跟黄莺莺，Tracy 姐来看，对，然后看完之后，那个莺莺姐，莺莺姐，对，她眼睛都哭到肿了，真的。然后那个苏瑞苏姐啊，就跟我讲说。小琪啊，我太佩服你了。如果是我，我告诉你，我不敢接，我不敢接，我不会接的。这样，你知道他就是我印象很深刻，他们两个这样子。然后其实我是觉得唯一可惜的地方，其实在过一两年，其实我有想要把这一出剧要推到大陆去哦。真的，真的吗？我们都有在洽谈，然后我想梁山伯都找好人了，因为你知道吗？我们要找再演的意思，对，真的、啊，就是把这个剧搬过去。可是当然我们没有办法说什么整个乐团或者是所有的演员过去，那个成本太高，所以我们必须在当地找乐团跟角色。然后呢，那个时候其实梁山伯就是找到林依轮、啊、然后林依轮也非常开心的答应，你知道吗？他非常的开心、啊、因为这个事后我们还曾经有一个电视节目我们碰过，我们还讲这个事情、啊、他说哎呀怎么搞的都没有演成。我说对啊，我们俩都没有办法合作成这样子。对，然后可是后来你知道这个完完全全就没有忘，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制作人跟这个音乐哎不对跟艺术总监两个就闹翻了哦、oh, okay. 然后这个版权是在这个连以周连先生那边，他不放了，他也不卖了，这样子就变成一个传说中的戏。所以我觉得非常非常可惜，因为我觉得这个其实音乐所有的整体上面来讲我觉得都非常的棒，尤其他在后半部就是应该是结婚的那一场开始，他加入了唢呐，加入了这个中国的乐器唢呐跟一些锣鼓，对，哦，拔还有拔，你知道那个古时候要结婚的时候就嚓嚓那种有没有？他就把这些中国乐器的元素全部都加进去，所以我觉得钟耀光很棒，因为这个是他的作曲哦，跟他的这个整个的编曲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非常棒，然后编剧我觉得非常棒，为什么？因为他是从马文才的角度，你知道刚开始是马文才年迈的马文才，他在回忆追溯当年的那个故事，他是有试着想给他一点新意的这样子。对，然后结尾也是马文才年迈的马文才结束，所以我觉得这个剧非常棒，有点像是那个青蛇是白蛇传，可是他是用青蛇的角度这样。对，所以我真的好想，我好想再说服这个连先生，我们来再演吧，试出一下当年那个影片啊，出个什么蓝光之类的。结果没有，对不对？对啊。哦，好险我有。你家里有对不对？好险我有。因为其实我本身也有在听一些就是音乐剧，我是 musical 的 musical， 因为我喜欢 Disney， 所以 musical 的我也听蛮多的这样。可是其实，但我不是在批评什么别的剧、台湾的剧不好或什么。可是我也看过一些其他台湾的音乐剧，就是我觉得不是很成熟的。是，可是但是我《梁祝》我那时候很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它的质感就是。是很有很有，对对对，非常有。然后你知道我第一次去看完，我那时候我记得那天晚上我在那个 PTT 上面我会发文的、可是我的感觉是，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梁祝找你来也很好，因为他你的祝英台的角色其实他的歌其实是就是你刚刚讲的其实是很声乐，但是不是全部啦，你有些唱歌还是很音乐剧的形式那种、可是问题是我觉得
如果今天是一个名不经传的人来演、喔我可能没有耐心、嗯、可是今天我知道是辛晓琪在台上唱、嗯、所以你唱的再美声、嗯、或是在一个非常的怎么讲、嗯、很美声的东西，我还是会有，我不是那还是会有，就是我觉得所谓的你的明星的特质有把这个角色变得比较让人家鲜活一点，而且贴近人家、嗯、你懂我意思吗、嗯、因为今天我今天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高音在那边唱这个歌，我可能会听不下去，或者我觉得我没有兴趣，可是你是明星欸、嗯、我觉得为什么你这出戏特别有意思的是，因为当时找了你，因为你是个大明星、嗯、对，我觉得有一点就是说、哦、我来看大明星演音乐剧，我不是说我没有把它想要把它肤浅化啦、嗯、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戏的卖点，而且我觉得它增加了这个戏的那个质感。对，所以为什么一定要辛晓琪来演，因为今天如果是找了某个人来演的话，可能就我因为我是后来没有看过瑞香版的啦。哦，对，瑞香版的我也没看这样子。嗯、其实我要，就是瑞香本身，我要讲的是瑞香也是个明星。哦，没有要讲，就是说，其实就是说这些剧场的这些工作人员，包括这些演员、嗯，其实他们都非常有实力的哈。对，没错。然后真的都很有才华。对。那可是问题就是说，剧场本来就很示威，没错，你知道，所以就嗯。就是我觉得要怎么说，就是也不能说埋没，就是没有太多非常好的舞台给他们，没错，这样子。所以我这个我是觉得可惜的是这一点、嗯、因为我跟他们接触之后，我就发觉他们每个人都很有才华。因为我刚刚其实这样讲的意思不是说不好，我的意思是说以我这个门外汉来讲、嗯嗯、如果不是辛晓琪去演这部音乐剧，我可能就不会去看这部戏。我明白你懂我意思吗？意思，对对 对, 对，我不是说因为我本身对音乐我也不能，我觉得我像你在我们的歌迷里面啊、嗯、像赤焰跟小雨嘛、嗯嗯、对，他们是剧场挂的、欸、是啊是啊，对对对对对、啊、我知道。然后我还因为这样子的，我就认识另外一个朋友，他是迪士尼的朋友，结果就是居然也跟赤焰跟小雨是好朋友这样、哦、我觉得哦，世界好小哦。对、啊、因为他们来讲这可能会更有那个说服力、嗯嗯、可是以我 当年一个就是，而且那时候我才大学，然后 我就是一个就是像我喜欢音乐剧喜欢很久、嗯、但是都是国外的音乐剧、嗯、那是我第一次进台湾的戏院、嗯、然后去看台湾的剧场的表演、嗯、musical, 对，可是我就觉得哇这水准很高耶、欸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演完其实就有 我印象中我忘记谁跟我讲，他跟我讲说，他说你们这个剧非常有质感，媲美这个悲惨世界。悲惨世界我也听过，对。我忘记是谁跟我讲了，因为他来看完之后他觉得非常，因为里面他里面就是那个祝英台在唱的时候，那个每个都有多部的和声、嗯、那个就是有点像是那个悲惨世界里面有演，因为那在那之前那个时候我已经很熟悲惨世界了，可是台湾的音乐剧我都不熟，所以我后来看完梁祝之后，就是很多年以后我有去看别的台湾的音乐剧、嗯、我才觉得说啊，那没有，我觉得没有到梁祝的水准、嗯、因为梁祝其实是质感很好的一部戏，而且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是那个李小平导演、他可以在这个就例如说、结婚那一场，对，他可以用全部是意象的、嗯、完全没有什么道具在舞台上，对，他可以让你去感受到那个就是结婚，然后去这个山伯的坟前，然后你要这个要你这个投入到坟里面，然后化蝶这些东西，所有的这个就完全没有道具，没有布景哦、嗯，你知道？所以当时我还记得我们在跟大陆谈这个剧的时候，我们说这一幕我们要做一个坟，就是说在这个舞台上面我们要做一个梁山伯的坟。嗯，你知道我们都谈到这个地步了，结果没有办法演，太可惜了。对，是啊，太可惜了。是，现在大家听到应该觉得说啊，原来是这样，因为我觉得很多就是应该很多大陆的歌迷现在就是知道梁祝，应该就是，但是应该觉得很可惜。透过这个影音，可是没有办法，就是去真的现场看到、啊。各位同学啊，想当年呢，我可是买了首演的票，而且我还坐在第一排最正中，就是正中间的位置。哇，那好位置！我前面呢就是那个指挥的乐团、就是，对，然后我还可以趴在那边这样看，这样。这就是追星，追成这样。真是要。对，因为那个是我那时候就是刚踏入上个礼拜我的、现在来到了那个天涯小歌迷续集天涯歌迷的第二集，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开始就是会你的活动都一定会参加，那、你的一定是买最贵的票这样子、然后去看、然后我就是看首场的演出这样子、你第一
第一场演出就很棒哦，我觉得没有什么。对，因为 我知道说你是看首场，我刚还问你说有没有第一场有没有很乱，没有哎、欸，没有没有。而且我后来回来的时候，我们还有去见你。嗯。但我觉得你好像第一场，我记得你第一场的时候你自己没有很满意。对，一定的啊，我这种个性一定不会满意。对，你没有很满，然后我们就说没有没有，你超棒的。然后你那时候就是这样的，然后你那种妆超浓，跟我们合照这样子。对，因为那个是舞台，就是怎么讲，就剧场的妆嘛。对对 对因为那剧场的妆真的是有别于一般其他的所有的演出的妆。然后我那时候就是哎，可以分享一些小回忆嘛、哦、然后那时候就是你知道就是去第一次去台湾就国家戏剧厅，也不是第一次去国家戏剧，但是第一次去看台湾的戏这样、嗯、然后现场还有卖什么周边啊、哦、什么超棒的。然后那时候你知道梁祝有一张单曲 CD， 好像有跟后来原声带不一样，因为那个 CD 是你们在录音室里面录的歌、哦，然后里面收录了四曲吧。这样我不知道有没有。你有啦，你有，你家里有，我整理过有。然后那张，哎、欸，那张现在也是超级无敌分析、哦、大家都很想、哦、很想、哦。然后他还卖马克杯、嗯，然后那时候我就是买了 CD 没有马克杯。嗯。哦、你看吧，后悔。后悔到不行。但是后来那个我就许愿，然后就是我的那个赤焰同学就送我一个。你这样好狗运哎、欸！你人家还会送你、就是。对啊，就是这些都是好好的回忆、喔、然后那时候，嗯、而且这个。美术也很强、嗯、那个德珍帮你画封面，对，然后而且那个服装也很厉害，对，整个剧里面的美术都是很强，然后服装很有质感，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去量身的时候衣服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服装啊，对，就跟我讲，他说你的那个你的后那个裙摆要多长、哦、我说越长越好，对，然后他很惊讶说每个人都跟我讲说都不要长，为什么你要那么长？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是太无知了，因为我没演过，对，因为我只是想到好看跟大气，对，我并没有想到我自己在台上的方便性，对，哦，就那个像比如说祝英台那个后摆，难怪他跟我讲说为什么每个人都要越短越好，你要越长越好，我那个时候就没有回答，我只是说这样好看或者是什么，可是后来我演完之后我才明白、嗯，原来你知道我要转身的时候我都要有技巧的、哦、对对对，我后摆那么长，我要怎么，我要走转，我要先把那个裙摆拉起来，我这样转我才可以到位，你知道，哎，但是好险你有说要长哦，你先仔细想想，你看如果短就很丑，对不对？对啊，你看那个祝英台这样一出来，你看是不是孤烟离去，对对对，你看是不 是, 对不对，是不是他那个衣服是不是超美的，是不是这样才美，一定要长啊，所以你看出娃娃我都会买对啊，真的，所以你看就是因为我印象很深刻，你那时候彩排，然后呢、嗯、你们还跟王柏正，然后你们去租那个那种什么那种中国民间故事那种超怂的新娘礼服、嗯、超丑的，然后我那时候就想说不会，结果真的那时候真正整个戏视觉出来的时候我就不一样了，非常的完全很惊艳，因为他那个服装真的用的那个布料什么都非常好，对，他的设计的感也是很棒的，所以这个戏那时候就是比如说演员也是一时之选、哦、对，真的真的，你、欸、连我这个门外汉我都知道谁是洪瑞湘谁是王柏森、欸、是啊，真的，黄世伟，黄世伟的时候我不认识啦，但是他是最帅嘛，讲到这个我就觉得就很惋惜、嗯、对，很惋惜啊，瑞湘，对 对, 对，因为我们演了这出剧之后我们就成为非常好的朋友、嗯啊、我们也常常会会见面啊，会聊天什么的，对，所以非常的可惜跟惋惜，因为洪瑞湘哈、哦，他自己本身的才华非常棒，没错，他歌唱非常棒，演戏也非常棒，而且人又好，你知道，个性又好，就是一个非常nice 的人，这可以这样讲，其实洪瑞湘就是台湾音乐剧的一个天后，对 对, 对，而且我觉得基本上没有第二人了，在后来也没 有，我告诉你，我觉得就是他一个人，我觉得他呢，他演音乐剧可以，对，银星也把银星给演活了，没错，当然那时候陈柏成吧演那个四九也很棒、嗯、反正我觉得 这几个主要人物哦都是一时之选，对，我觉得真的很棒，真的很棒，对对对，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就是说有这样子的搭档、嗯、就是说我第一次演然后我就可以有这样的搭档跟这么好的音乐，其实瑞湘如果在那个时候是演别的当然是女一，对不对、哦、她都是女一了，对、啊对啊、她都是女一了，对、欸、我有点好奇，就是说你一个就是一个歌坛的
红星，然后去演这个，你在戏，你有没有人给你比较多的礼遇或者什么的？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说，哇，他们，我当然在你不会，嗯，可是会不会他们觉得说，哇，小琪是明星，这样不一样的感觉？我觉得他们一定会有，嗯，可是我还是真的都是，我都是，怎么说？我都是把我自己当成一个新人，然后我要学习的地方很多，嗯，所以我也。好，这样讲自己讲很那个，就是我也蛮谦虚的啦。不是，其实我觉得也不是你。其实后来我们大家都是好朋友。但我只是在想一个这个问题，就是其实 你只要加入那个剧组、嗯，你就是你嘛、嗯，你就是大家一定有觉得就是说，就像我现在跟你讲话一样，也没什么了不起的。然后你知道我们演完这个剧，我还依依不舍，我还记得我在我们家，我还请外汇，然后我请所有的工作人员对来我们家，就是、大家聚啊这样子。对对。所以我那个时候演完，哎，我那时候演，我真的太入戏了。嗯，那现在讲讲，就是说，如果我去演戏，如果入戏，那哭其实对我来讲也不是一个问题，我觉得一点都不难耶，真的不难耶。好，那我那个时候入戏到一个程度，就是说我演完这出剧之后，我常常我还是莲花指，然后我常常看到只要是蝴蝶，我就特别的有一种那种亲切感。哦、对，你知道。就到这种程度、嗯、所以这个作品本身你应该就是很喜欢我看我真的我是这一次重听之后真的我才领悟到说他的厉害真的我一直都很知道很厉害因为这个戏就是在我就是我在我变成就是天涯小歌迷之后的就是很重点的重点产品就对、嗯、是啊是啊就是你知道后来的你每一个东西我都会跟就是所以这个东西你看我那个柜子里面都珍藏了那个长刊都还保而且我觉得我真的像你刚刚讲我很幸运是对我也好幸运我看到耶、欸、你看后来滚石居然也就出了这个影音对啊对不对 对很棒很棒对、哦、你知道那个双碟版的影音也是你的收藏品里面数一数二现在难找的是哦对、嗯、那个语音还讲过就是而且语音就是一个、嗯、我们的碟友一个歌迷这样子然后他还跟我聊天他还说他难找到什么程度？那难找到人家，嗯、他怀疑说这真的有出版过了吗？啊！哎呀，可是各位同学，小七家有一排，我告诉你。哎、欸，你拜托，那但这样我那时候，那我当然就变特别珍贵了。没有开封一排。对，那当然哦，那而且到后来就是后来他还有在出另外一个版本，就是比较没有这么有质感的。哎、欸，我那我没有哦，对对那个这个我有，对对对。那我没有对不对？你在聊什么、哦？你好像没有那个版本。那为什么我没有？那是谁出的、啊？那个好像就是大风自己出的吧？哦，对对对对对，我好像这样一讲，我也觉得好 lucky， 我有去看、欸、嗯，真的有看过这个戏，也是看到赚到，然后我很庆幸我自己演了，没错，演了这个剧。哎、欸，那我有一点好奇、欸，那你在录那个《风中奇缘》的时候，你有哭吗？你在配音的时候，你有没有印象？《风中奇缘》我没有那么深的印象，说有那么悲。他后来跟那个庄麦斯有那么悲吗？有啊，他不是庄麦斯被抓走？不是，我跟你讲差很多，因为你在配音的时候，你看的是动画，对、嗯，对不对？嗯啊，然后我的对手戏又是刘德华，嗯，他又讲一口不标准的国语，你知道这些都是对我来讲都是有一点小干扰啊，所以我就 不一样的感觉，真的那么对对对，嗯、那这梁祝真的不一样、欸、真的、啊，那就是演就对了。哎、欸，我觉得梁祝真的就是大悲剧耶、欸，真的真的。哎、欸，讲到演戏以后，我们还可以再还有一个东西可以聊，可是我怕你已经忘记了。嗯，那到时候再讲好了。哦、对，就是当做一个小那个对。好啊，好，今天呢就是非常特别，就是把梁祝拿过来，就是专门一集当成一集，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你人生中的一个。非常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页，我觉得在你事业史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页。我觉得是在我的音乐生涯上面，没错，绝对是排名前三的一个。真的吗？这个、难道不是吗？这么了不起哦、你觉得？你觉得呢？就是没有到前三吧？没有到前三吗？嗯，没有。我觉得领悟，领悟第一是不是？对。然后呢？然后风中奇缘。我跟你讲，你不要瞧不起《风中奇缘》。我没有瞧不起啦。迪士尼是多大的一个公司？那你不能这样讲啊！你当迪士尼女主角，而且，我们《风中奇缘》，你知道什么？我这次没有特别要求我要录单独录一集吗？对，因为我觉得你会被我烦死。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就是我们没有特别的把《风中奇缘》挖出来录一集，本来要有的，应该要有。可是我真的觉得我再聊下去，他会被我烦死，你知道吗？
因为我这二十年来一直逼你聊风风情缘、嗯、今天稍微聊一点点也没有啦，就是 OK 啊 OK 还可以再聊，那是我的作品啊，为什么不能聊，对不对？但是我要讲的没有啦，我只是要讲，因为风风情缘这个小故事之前也其实也聊蛮多，可是我只是要让大家知道说，你知道迪士尼这种东西就是你一录了之后啊、嗯嗯，我们现在在聊风中情缘，就一辈子了，就是一辈子了，一辈子，因为他就是一辈子的，就是会持续的给下一代看，那是不会过时的。你说二十年后梁祝没有人记得，可是风中情缘他会一直留在那边，所以有人讲说，你只要帮迪士尼配过一个音，就不朽了耶！哇塞，你真的就不朽了，因为真的以后一百年后的小朋友他会听你滚滚流的爱，我的天，可是我觉得很珍贵，我觉得珍贵在这里，是啦是啦，而且这样讲就没错。再来、嗯、迪士尼公主会一起会唱歌然后会讲话同时的没有多少啦、嗯、你知道吗？而且很少歌手他是可以一边演一边背台词一边唱，你看那个英文版他就是两个不同的人、嗯、是是是，可是你就是同一个，然后在这英文版真正就是说这样子的也不多。好，谢谢你的夸赞，你今天送我很多礼 物，对，你今天送我好多礼物，可是大家不要忘记我们这一集是梁祝哦。结果后来我这个 title 还把它改成风中情缘，对，并不是风中情缘哦，大家要记住我们今这一集在聊梁祝、欸、你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吗、嗯、就是录 podcast 的时候然后我们来演风中情缘，我可以下次我列印那个剧本然后我们来演一段吗？我可以演妮可曼你的好友。好啊，这个蛮好玩的。那我们也要演那个梁祝好不好？好啊。那我觉得你演马文才不好。不要不要，我当然是演迎新呐、啊。他不是说他有一句台词我超喜欢的、啊，不要让我笑死。他说当小姐是什么？那我来当好啦。你记不记得？有啊，因为你那边抱怨什么的。哎呀，当小姐什么？那我来当就好啦。对，然后我一边唱你一边讲，好不好？我当然是演迎新。好啊。哎、欸，这样很有趣，这样很有趣。那就是我们当我们那个 podcast 最后一集特别节目 ，the bonus bonus 对，先跟大家。哎呀，大家不要依依不舍，我们 podcast 转眼间就是已经在后半段了。哎、欸，我们现在不得了了，三十四五集了耶，不得了了，居然我们可以坚持这么久。对啊，我们给我们自己一个掌声。感谢小强。好，然后再提醒大家，我们这一集录的是梁祝。对。好了，我们要跟大家说拜拜了。嗯。好吧，下次见，拜拜。好，拜拜。